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家人，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产生的强盘效应，伫个当地是落超大雨，山林乡景这个徛家，这个社区咧徛家甲地下室拢来淹水，甚至这个雨水为窗仔门灌入去，变作水帘洞了。居民是真愤慨，讲无到一个月时间，就拄到两届的灾情，希望市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居住权。昨昏的雨水就像水枪同款，一直为窗仔门灌入进家厝，厝内全变水帘洞，家具拢进水。烦恼车会进水，赶紧蹲沙包，设抽水机。很密嘛，它一直把它摄落来啊。顶管还佫直直继续在流啊，顶管是不灵的呢。真正就无奈，家己当家开始变手小杯。沙包莫得摄进来。有人受伤，干来当拄拐呀。一个月内拄着两摆严重的水灾，真正是气性老命。我这平时在修理无偌久好，啊，今嘛都因，再去这个门无材料开呢。对，安那讲无。关起来哦。受到东北风台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强盘效应影响，家人是上大雨，森林乡景这个社区是做大水，居民叫苦连天。风雨必淹，啊，区公所讲甲讲哦，你就把我们后面的那个水沟就把它清出来就好了，我们要求也不多，然后慢慢你要找地主，你们要怎么样都没关系。他们就是做不到啊！后边山坡随时拢有崩塌的危机，民众是烦恼起来等。积极跟强烈的要求，力所全要负起他应有的责任，市府的救灾跟协助都不会间断。居民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现在干那希望市府会当重视，明早想一个办法，忙将因的基础权益放挂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